近年咧就越嚟越多唔同类型嘅骗案发生啦，大家除咗要提高警觉，避免受骗之外咧，其实越细个接触呢啲防骗信息系越好噶。今集嘅 Case Notes 就请咗三位嘉宾同我哋讲解一下，我哋即刻同佢哋倾下偈咯。欢迎晒 ，Hello， 好，我哋欢迎晒文森爸爸。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森爸爸。仲有玲玲姐姐。Hello， 我是玲玲姐姐。当然仲有 Hands Up 的好朋友提子。大家好，我是成日提大家要提防骗子的提子啊。是啊，见到提子你咧，我就知道你一定是有啲防骗嘅信息或者资讯要同我哋分享一下嘅。不过首先咧，就想问一下文森爸爸，其实咧，你之前咧有冇收过一啲骗徒嘅信息嘅咧？都会噶，有阵时喺 email 上面收到嘅。不过咧，我多数都唔理佢噶。其实我自己都好留意咧一啲嘅唔同嘅平台渠道噶，留意翻咧啲防骗信息。玲玲姐姐啊，咁你平时系透过啲咩渠道去接收呢啲防骗嘅信息嘅咧？咁我通常咧就系睇新闻啦，或者喺啲电视节目嗰度咧了解一啲最新嘅行骗手法啦，咁當我收到一啲可疑嘅信息咧，我就會去求證噶啦。哇，好好啊，呢一個態度真係。不過咧，其實除咗大人之外啦，其實小朋友會唔會都會俾人呃嘅咧？提子，係啊，唔同年齡嘅人都有機會遇到騙案。小朋友好多時未識得分辨邊啲屬於詐騙嘅行為，所以我哋有必要從小做，持續做，一齊做，加強學習防騙嘅意識，透過唔同嘅活動。咁佢哋就可以從中學習，提高警覺性。都係㗎，其實越早提高呢啲防騙意識咧，真係越好㗎。提子，我就知道咧，你嚟緊會搞一個活動噃，不如你講解一下。係啊，我提子準備喺2月17日至23日喺西九文化區東面海濱草坪，同大家開心歡度一個提子親子嘉年華。我知道咧，呢一個嘉年華咧係全港第一個以提子為主題嘅提子親子嘉年華嚟噶噃，仲要係免費入場噶。提子，不如你同我哋講下入面有啲咩活動係適合一家大細去玩啦。好玩嘅活動有好多噶，到時成個會場將會滿地提子，同埋有好多相關嘅擺設，仲有好多提子打卡位俾大家影相。我仲準備咗多款紀念品送俾大家添。哇，咁豐富啊！咁不如我哋依家集中了解一下17日和18日嘅一啲重點內容先咯。好啊，17日咧就有一個嘅兒童故事時間啦，而且喺之前咧，提子有一個就係提子動畫廊啦。今次提子仲會有一個驚喜送俾各位嘅小朋友添啊！就係我會同大家推介一本全新嘅繪本，叫做《提子與我提防騙子》，佢係好啱小朋友睇，內容好易明噶。是啊，我平时都会看儿童故事书，而这本我也有看到，它里面的图画很可爱，色彩缤纷的，还有小朋友看完之后一定会学到很多防骗的知识的。哇，看下去那些图画真的很吸引。但是这个绘本这个故事是讲什么的呢？今次的故事由我做主角，讲有骗徒想用尽方法来骗我，例如他会假扮成态度友善的人，又或者扮成我的亲友等等，令我要信他。当然我咁精明，梗系会逐一识破呢啲诈骗手法啦。故事咧用咗啲又易明又简单嘅插图啦，又同日常生活咧息息相关嘅，所以小朋友睇完咧一定会好容易理解当中嘅道理噶。咁我知道咧，其实咧喺嘉年华入面咧，大会仲安排咗两个时间去讲绘本入面嘅故事噶噃，咁详情系点样嘅呢？是啊，其實在2月17日的下午2:30和3:30分別有第一場和第二場的繪本故事時間的。爹哋媽咪啊，小朋友有一個喜歡聽故事的學習方式是非常好的，從小開始可以慢慢培養他們認識更加多，今次更加可以增強他們的自我保護能力。到時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的哥哥姐姐會同小朋友一起去看這本咁有教育意義的繪本。不過玲玲姐姐啊，其實咧，我知道有好多小朋友咧都覺得可能自己仲好細個啦，都未必可以幫到手去預防一啲騙案嘅發生噶。其實係咪真係咁樣噶？咁其實我覺得小朋友咧，當聽到一啲新嘅防騙知識咧，可以提點身邊嘅人啦，就好似佢哋嘅公公婆婆或者長輩啦，令佢哋提高警覺，唔好咁易俾人呃啊。
我就咁聽咧，其實十七號嘅活動真係好豐富啦。咁不如我哋而家就講下十八號啊。我知道咧喺二月十八號嘅夜晚6:45開始咧，係有一個提子海陸空大匯演嘅喎，而且咧喺7:15開始咧，更加有重頭戲添噃。提子，不如你講少少，講下點犀利法啊？呢次係第一次以我提子做主題嘅無人機表演。1200架无人机会进行大型的演出，我保证一定好精彩。是啊，大会更加会将《提子与我提防骗子》这个绘本内容用一种很动感的方式呈现给大家看的。其实也是首次在香港上空当中用提子为主题讲述一些防骗故事的。哦，我知道咧，喺呢個大匯演當中咧，仲有一位特別嘉賓噶噃。冇錯啊，當日咧仲會有 Gigi 葉美希姐姐同大家一起玩遊戲噶。喺無人機表演嘅時候咧，有 Gigi 葉美希姐姐啦，我啦，文森爸爸，仲有提子咧一起聲音導航噶。哇！又可以同 Gigi 姐姐玩遊戲，仲有1200架無人機喺上空度表演喎。我相信咧，當時咧嗰個視覺效果一定會係好震撼嘅。咁我諗有好多人咧都會想打卡㗎。有冇啲咩打卡嘅 moment 咧，係小朋友同埋家長係唔可以錯過嘅呢？梗係有啦！到時無人機表演嘅時候，大家拎定手機啦，因為咧大會會用無人機咧喺維港嘅上空砌出一個 QR code 俾大家掃描嘅，然之後大家嘅手機就會出現提子同大家一齊打卡噶啦！哇！咁即係 do 一 do 咧，大家就可以去到提子 L 嘅網站，到時咧就可以同提子繼續互動同打卡啦。提提大家，呢個演出亦會喺香港警察社交媒體平台睇到直播噶。哇！咁到時除咗滿地提子啦，仲有無人機表演喎。咁海上面會有啲咩特別嘅藝術裝置呢？喺17和18號有一隻以我提子同其他防騙吉祥物做主題，同時帶有防騙信息嘅平安號渡輪，停泊喺會場對出嘅海面同大家見面。周圍都可以見到提子啊！去玩嘅小朋友一定要留意一下海邊喎，仲可以同一個咁靚嘅平安號一齊打卡添啊！哇！到時又可以同提子打卡啦，又有故仔聽喎，仲可以同葉明希姐姐一起玩遊戲。呢一個提子親子嘉年華咧，聽落真係好吸引啊！大家去之前咧，就可以留意一下主辦單位嘅社交媒體平台，又或者係掃描呢一個二維碼，咁就可以睇得到最新嘅活動詳情同埋資訊噶啦。今日嘅 Kiss Notes 咧就差唔多啦，我哋喺度約定大家喺嘉年華度準時見。今集我好开心，记咗同埋学识咗呢啲事啊！